紧，都很痛的。怎么弄到干净？我看到了痛。怎么弄到干净？嘿嘿嘿，宝宝，宝宝。打个招呼嘛 ，Hello。嗨。这里是暂时住的地方。这里是 IK Indakambara， 还算 OK 啦，还不错啦。今天就住一晚吧。早上好，我昨晚是躺在这张床上面，然后用这块布，然后作为我躺在床上的，不然的话我不敢躺他的床，然后随便了一个有软软的纸袋做枕头，然后那个是擦了整个那个板很久很久的那个 tissue， 这个其实是一个一次性的浴巾啊，我用过了一次，然后我觉得可以用它当这个板，不然的话我昨晚就要睡在这个这边了，所以幸好有这个啦。我的窗口看出去的 view 是这样子的。拜拜。我现在做好身体检查了，然后要去 HAC 那边弄我的宿舍的东西，嘿嘿。处理好了，我现在要去 CG 那边拿锁匙。天哪，我从我的宿舍要走到那边，对，那边，然后那边呢还可以再通过去另外一个洞，到那边，然后的一楼才是我的心里，好远哦。
首先这里是门，然后这样一圈，这个还比较简单的，它没有什么那种家具啊 aircon 啊，因为我们选的是 executive room 嘛，所以就简单哦，可是东西都是新的。把东西搬进来了，我给你看外面的天空，这里的景是这样子的，这边就是法家的 cafe， 然后这样子的 view， 其实还 OK 啦，那个天空看到蛮多的，我去 cafe， 就这样去吧。点了这些，然后点了一杯 Data Red 跟一瓶水，耶，第一餐。有谁可以想象一下这六样东西啊、七样，我是怎样从一楼搬上四楼 ？Oh my god， 要死了！哇，我现在要去拿安哥会的食物，然后它放在靠近湖边，就是我比如说我在最西边哦，然后安哥会是放在最东边，所以我要从最东边走到最西边的，很远很远。我今天都在走路。